所以刚才讲到星爷最近除了电影之外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司机不认路开政协你可以申诉一下，我们这里专门帮你申诉。对对对，司机不认路、对，真的是司机不认路啊。他不止不认路，他走错了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怎么特别像你的电影里面的桥段。他你看我的司机也跟我的 style 是一样的，是吗？走错路这个 也无厘头嘛。对啊对啊，真是的，哪里是什么办法。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参加政协那天我们还在说你很喜欢吗其实这个很复杂，这个心情，我是喜欢的，有这个机会我是非常的开心，荣幸，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就是担心，会觉得有压力吗？对啊，就是因为我都没试过嘛，这个东西都不知道，比如说好像第一次就做司机就走错路了，对，你看这种事情，你看是很担心啊。我就觉得你明白，这真是很容易出事。对对，而且你要知道，像是在中国，艺人做演艺工作、做电影、做音乐、做电视，然后后来被委任去做政协啊，就会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就你可能政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政协委员，他们要来谈一些什么事儿，但是最后媒体报的就来追的时候，焦点就是你们几个人啊。对对 对，那所以你应该会压力变得更大，因为人家就会盯着你，你在政协上面你说了什么，你干了什么，你什么状态。对对 对，所以要非得要小心，就是也要把它就是做好这样。那比如说一开始为什么不参加他这个小组讨论呢？这个时间安排的其实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最后的安排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我有一个了解啊，明星啊是靠通告过日子的，是吗？政协给通告，连参加政协也是要发通告嘛，是吗？而且好像是我听他的这个发言人有一些这个解释，对外就是他这个还是跟这个西域降魔这个电影有关系，他的宣传期啊都定好了，定好了，然后好像说是17号你们才知道，你要去参加政协要开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都懵了，说这个通告和那个通告对吧撞齐了，马上就要处理，就是协调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啊。对啊，那你自己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你自己觉得难堪吗？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吧。以后还有可能，以后还有司机还有可能认错路是吗？不，以后非得要先保证，就司机不要再走错路。几点？你像我原来就很傻的，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政协，好像是广东一个县里的政协，说我要不要参加，你知道吗？我还说我不去。现在想起来，我就没有这么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你是认为你真的想给他们提一些什么建议吗？或者一些提案吗？我当然我是觉得，假如我有这个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我绝对愿意去把它拿出来让大家分享。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帮助，我会尽力而为了，但是这个我不敢说，但是假如有机会，我觉得我还是会尽力而为的。但是对，所以我就觉得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星爷哈去一个正经的地方，到一正经场合，所以我平常也很正经，你别这样。我会觉得大家我从来都很正经，你这样说几次真是。那平常不正经的就是我了。哎，你真到那个会上，我就在想，你就不怕他一说话，大家就笑吗？就以为大家在开玩笑。你很正经，但是人家能认为你是正经吗？我尽力吧，我尽力还是尽力吧。但是这个事儿也很麻烦，因为在香港很多人会说，你看星爷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现在跑去当政协了，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做艺术的做电影的忽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那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批评或者这种疑问？
但是应该不是啊，因为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只是把我的一些在电影文化的一些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就再看我是不是可以在某一方面可以帮上忙啊，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我的电影产业，对对对，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在这一方面，那个跟政治其实好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好像他挺不正经啊，实际上他有一些说法我觉得还是挺正经的，还有点那个什么，就是中国的这种好像争气的这种想法。你比如说我记得他就讲说凭什么做特技啊，你看这个西域降魔里面有很多特技，他就很不服气，说凭什么做特技中国就做不过好莱坞呢，是吗？为什么美国就能够做得比我们好？这你不服气也不行啊。你觉得我们真有戏吗？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们的创意会不如人家？这不是个整个，告诉我，这是个整个工业的问题啊！这里面可能有100个分工，对，可能我们哪一个分工都比别人差一些，对，或者差了一点点。对对对对，就差了一点点，所以出来就是一个差距，差了，就会差了，就是一个差距。但是我们还得要发展啊！对，因为我们到最后呢，我认为就是其实都是一个创意的问题，是吧？从创意开始，然后再到了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是吗？那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我们有好的创意，我们这个技术是可以配合的。问题就是这个创意这一块是最难的的事情，但是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他们能想到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想到呢？我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他不用参加小组讨论了，他的提案就在这儿发表了，刚才讲得很好，真适合拿他这么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时间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醒神，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要用精粹厚重深度的原料快速泡制，新闻加评论的深层见解，第一时间强化资讯鉴赏力。资讯快递，星期一至五下午凤凰卫视中文台。过吉祥年，喝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过吉祥年，喝加多宝。那。所以我觉得还其实谢哥刚才讲这个，我觉得想一个例子啊，平常大家一讲电影特技马上想到好莱坞，那一想到好莱坞就真的是个很庞大的工业，有很多钱，历史比我们久，没法比。那我们怎么看新西兰呢？因为 New Zealand， 就你想想看，我们说魔戒三部曲，其实最近几年好莱坞很多的特技片里面需要用到特技都在那边去做去完成，它就十几年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中国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子。新西兰人那么少，没有什么周边别的资源，他根本没有什么大的电影产业，他简直是几乎是无中生有的。十几年前就那么一堆人在那搞一个工作室，慢慢慢慢做成现在世界上这么有名的一个电影的特技的特效的制作的基地。所以我觉得不是学不到的，就但是问题是这里面有很多环节，就创意是一个环节，还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执行。你说是创意啊，我作为这个什么大陆人呢、啊、我反倒觉得啊是干事认真不认真。有的时候啊还不要说你有创意，你比如说有些导演包括香港导演就给我讲最后对北京很失望嘛，最后跑到做后期跑去泰国去做，就说北京真跟大爷似的，这一个人都不够专业，自己的机器自己不会用的可以。你没觉得内地有这种问题吗？当然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万事起头难啊，就是但是你还得要
要认真的去开始去发展，嗯啊，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你不如说新西兰呢，譬如说韩国，嗯，你知道现在这个特效公司很多，韩国特效公司也做得非常不错。你再看看韩国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没多久之前，那韩国这个电影的工业还没有真的起来呢，我们是看着它出来的。对啊，就是在香港已经哇，那个时候已经很好的时候呢，韩国的电影还没看到过。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哇，你看韩国这发展多快呀！它是整体的发展呢，就是它的创意发展，还有它技术也发展。你看现在的特效公司，我们都用韩国的一起合作，他们已经是跟就是也是世界上的一流的水准了。觉得他们也做到了，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重视特技呢？特技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其实特技就是在技术方面的，其实不单是特效。